小吃摊位前挤满了人，疫情警戒逐渐松绑，店家们更加期待五倍券和中秋连假，让人潮赶快回笼。是有帮助啊，至少帮我们给哈，这是多余的钱啊。在疫情警戒最惨淡的时期，大概有成长了一倍左右。中秋连假目前四天连假，前两天大概已经几乎客满的状态，那第三天预计也可以达到九成的住房率。希望疫情趋缓，重新点燃国旅热潮。中央即将推出五倍券，地方赶紧抢商机。台南市更大手笔加码，两位幸运儿可以瞬间成为有房阶级。第一栋房子已经是从两房变三房，从400万变成将近700多万，第二栋房子也应该是不错的。各县市纷纷推出加码活动，新竹市也可以抽汽车 GoGoRo iPhone， 南投市直接抽现金，推出周周抽10万元，其中两次还加码50万元。台南市最大方，里丹有两辆汽车，两间情豪宅。台南不止大奖加码，只要到台南旅游，好康不断。台南市呢的饭店或者是民宿入住，他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一张好康券哦。那他可以获得就是免费的一个电子乘车券哦，整合了大概500多家以上的一个业者哦，博物馆、美术馆哦，还有一些古迹的门票，他直接认这张券就可以有优惠。好康券他除了自己本身的抽奖之外，他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发票还是可以这个来参加台南购物节的抽奖，一次消费两个抽奖机会。抢先中央五倍券，台南的好康券6号正式起跑，将持续到明年2月6号，提供10组游购行超过500种优惠，抢攻疫情后出游民众的荷包。华语新闻陈彦蔚、吴明业、白云飞台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